们旁边跟着四位可爱的小狮子一起恭迎我们行宝和尚入席，也非常感谢行宝和尚今天的莅临。住持行宝和尚将以禅的智慧为题，为我们带来智慧的心灵飨宴。我们可爱的小狮子，让我们带领着行宝和尚一起入席。非常感谢行宝和尚在百忙之中还特别到普门寺为我们分享今天的讲座，希望我们今天的讲座大家都能收获满满。好，大众请起立，请合掌，向佛光三世住持行宝和尚礼座问讯。行和尚吉祥。大家吉祥哈！首先啊，谢谢，感谢大家特别的莅临哈。那今天呢，跟大家啊共勉的这个讲题啊，就是禅的智慧。相信大家对禅呢都有所了解哈。也可以讲对禅呢都有一份的好感。那虽然如此啊，大家想不想当禅师啊？想哈、哦、对，大家会觉得哦，禅师很自在，对不对？哦，甚至呢禅师呢很逍遥，很随缘。当然啦、啊、这个都没有错啦。那其实重点应该讲说，你虽然想当禅师，但是呢我们就讲也要具足这个条件，对不对？好，佛教讲要有一些因缘啦、啊，比如说你看过一个禅师一天到晚都在生气的吗？对啊，如果是这样那就不是禅师咯，对不对？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禅师齁、哦、这个贪心很重的呀？对，那这个也不是禅师啦，对不对？因为他被烦恼给束缚住了。所以我们也可以讲，你要做禅师要远离烦恼，甚至我们讲要去烦恼，甚至讲断烦恼，所以这方面还是很重要。不是说哦，我想当就可以当，因为佛教讲因缘，不是呢只是呢在追求一个结果，就看你因缘具足不具足。所以佛教还是讲所谓勤修戒定慧习灭贪嗔痴，这个还是非常根本的。所以当然呢、啊、这些所谓贪嗔痴慢疑呢，所谓烦恼基本上就有所谓的过患，因为它是你的障碍，所谓有这些贪嗔痴后面带来的一些我们说痛苦吧，烦恼吧。好，所以我们要尽量的少贪，对不对？好，少生气，对不对？这个倒是很重要。
在佛经呢就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位替主人看管这个仓库这个杂粮的这么一个佣人吧，佣人，他在看管仓库杂粮稻米的时候呢，他们家有一只公羊，这只公羊呢就趁他呢不注意的时候都去偷吃仓库里面的粮食，所以也因为这样呢，这个仓库里面的粮食减少了，他主人呢，就会责怪他，所以他当然心里不高兴，所以每次看到这只公羊呢，他就会去打他。那这一只被打的公羊，他会高兴吗？他也不高兴啊。所以呢，他只要找到机会，就用脚啊，去撞这个，管家。那有一天，这个管家呢，刚好，这个生火要煮东西，哎，刚好这只公羊要来撞他了。这么一撞呢，这个火就跑到哪里去了？跑到这只公羊的身上。那公羊，它身上有毛啊，对不对？所以那个毛就怎么样，就烧起来了。烧起来之后呢，它痛不痛？它很痛了，就到处奔跑，所以呢也伤害到了很多人，甚至呢它跑到了这个树林里面去了。那这个整个森林就烧起来了。那很不巧，经典说里面呢森林呢住着500只的猕猴，就被烧死了。所以当然呢，这个就是什么？我们说嗔恨，嗔恨的过患啊。所以佛教也讲这个嗔心之火啊，能烧功德之林。所谓嗔心呢，一生起呢，百万障门开。所以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烦恼的过患。好，嗔心如此啦，那其实贪心也是一样。好，你看到多少人因为贪，那么可以说他的一生啊，就完了。对不对？应该讲很多很多，你要注意一下，可以看到很多的例子。所以我们讲禅呢，还是要放下心中的挂碍，放下心中的烦恼。所以我们常常讲哦，你不要太计较，你不要太执着。其实呢，这个背后确实有很多很多的功德，因为你不会产生烦恼的过患。好，所以我们讲放下啦，讲不计较啦，甚至讲不比较啦。那你说要放下，要放下那么容易吗？有时候想一想也不容易，是不是？但是呢，我们总是要去练习啊，要去修行啊，要去懂里面的一些道理。那么要放下呢，会比较容易啊。所以呢，我们讲，不计较啊，甚至讲，你要认识世间虽然有，但是呢，不可得，对不对？所以慧可大师呢，他要安心。那达摩祖师啊，就说把心拿来，我来替你安，对不对？心拿得出来吗？心其实就是念头嘛，念头
生生灭灭的观念、想法、念头，这个怎么拿出来呢？也确实拿不出来。但是你说没有心吗？哎，有心哦。所以呢，很微妙的一件事情哦，有心，但是却拿不出来。好，所以呢，慧可就讲密心了不可得。所以呢，达摩祖师说：“好，我已经好把你的心给安好了。”这样可以了解其中的道理吗？可以不可以？我们再来可以做比较多方面的说明好了哦。心念啊，生生灭灭。比如说今天下雨了，天气很冷啦，所以你会想怎么样？多穿一件衣服，是不是？所以这个念头是怎么来的？是怎么来的？对，因为你感受到冷，所以你会想，好，多穿一件衣服。那之所以会感受到冷，因为天气变化。天气比较冷，天气比较气温比较低，所以这个念头呢，你说是不是缘起的？是不是缘起的？是缘起的，就是说，当你还没感受到冷之前，你是没有这个念头的，所以这个念头它本来是没有的，这样讲对不对？所以这个念头本来是没有的哦。好，我们来做一些连结好不好？六祖慧能大师有没有讲本来无一物？哦，对了，连结起来了没有？所以这个念头是怎么样？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样开悟了没有？因为这个念头本来是没有的哦，它真的是缘起的嘛？因为它本来没有，不是说生下来就有啊，真的没有啊。所以你用这个道理去想，过去的种种，哎，好像有啊，但是呢，现在想起来，如同什么梦幻一般呢？好，梦幻一般。所以也确实本来无一物啦。世间虽然有，但不可得了。所以如果你在烦恼的时候，你记住六祖的这一句话：本来无一物。你说你的烦恼会减少多少？有没有帮助？有帮助哦。你就想本来无一物，对不对？哎，好像回到什么？回到你的本心，对不对？回到你的佛性了，回到你的自信了。你看这样自在不自在？自在哈、哦。所以你当得起禅师呢？真的啊，每个人都可以啊，不止禅师哦，连佛都可以当，因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好，所以我们讲本来啊、哦，本来无一物。这个禅宗也常讲啊，所谓禅宗有这个参究的这些仪情啊、哦。我们说，父母未生你之前，你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对不对？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当你烦恼还没升起之前，或者说你的想法还没升起之前。你还没看到之前，你还没有听到之前，这样了解吗？懂不懂？所以还没有接触之前，你有想法吗？没有想法，所以你去想那个本来，本来是没有的。所以你只知道，你如果知道本来是没有的。
那后来又升起了，然后又消失了，所以你就知道后面这些都是什么，都是虚幻的，有没有道理？都是虚幻的，所以你只要知道是虚幻的，你一定不会执着，因为它是假的，是不是？你会怕你的影子吗？应该不会吧，因为你知道它是假的呀，它本来就是假的，它一开始就是假的，叫本来，对不对？它叫本来，哦。所以呢，我们常常讲一个寄语哦，甚至常常用来唱哦，这就宋朝哦，吴门慧开禅师写的，有没有印象？春有百花，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哦，便是人间。哦，背得很清楚，对不对？那里面呢，大家有没有去做一些思维啊？你说这个有什么好思维的？反正就是春有百花，秋有月嘛，有什么好思维的呢？好，如果没有什么好思维的，那我就要问大家了。好，夏有凉风，冬有雪，对不对？好，当冬天下雪的时候，夏天的凉风跑到哪里去了？有没有答案？有没有答案？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哦。但是我问你的时候，你有没有答案？哎，这个倒是一个好问题哈。所以呢，你看，本来无一物啊。如果我们要从观照上来谈，佛陀有教我们很多很多的方法。比如说《金刚经》有讲啊，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所以大家用得上吗？我们就讲这个夏天的凉风嘛，不是有一条歌叫《风从哪里来》吗？有没有？所以你去想一想，风从哪里来？它从东边来吗？不一定啊。从南边来吗？也不一定啊。它也不知道从哪里来啊，是不是？好啦，不知道从哪里来，那它吹过了之后到哪里去了？到哪里去了？啊，真的不知道啊。虽然通通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有风，因为风很凉。啊，确实有风啊，只是怎么样？所谓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所以你说佛在哪里？佛在哪里？佛就是在不来不去之间呢。有没有讲不来不去？不来不去就是《心经》讲的不生不灭了，这个完全一样啊，完全一样。所以不来不去就是佛。所以我们讲什么？讲如来。如果这样讲的话呢，其实佛到处都是啊。你说只有风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吗？不止，应该讲一切有为法。因为《金刚经》给你答案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所谓梦幻泡影，讲的就是无所从来亦无所去，这样讲是不是会比较了解？那一般我们都是讲所谓幻化者就是什么，就是无常，就是非我所。这个讲呢，这样解释也是可以的。那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
所谓无所从来亦无所去，那你也可以从中了解到幻化，是不是？比如说好，这个凉风一吹，你有感觉了，但是有感觉之后呢，就怎么样？当然就没有感觉了，因为那感觉已经怎么样？已经过去了。好，所以你能说它没有吗？它真的有啊，因为我有感觉啊，但只是怎么样？只是过去了。所以跟我们前面讲的不可得有没有一样？真的一样，完全一样。所以世间就是这样子，无所从来亦无所去，但你不能说它没有，只是怎么样？只是不可得，所谓梦幻泡影。这样自在吗？有没有自在？所以你的感受想法乃至种种，你就这样想，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所谓密心了不可得。甚至我们讲受想行识了不可得，这个就相应到心经所说的所谓五蕴皆空，有没有做连结？好，五蕴皆空啊。那你说好，我一下子就知道五蕴皆空吗？也不容易，所以前面有一个条件叫做行深波蕾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所以你要行深波蕾，意思就是说你对世间的观察跟观照要很详细，要很清楚，要很清楚。所以你如果很清楚的话呢，你知道这个风一吹虽然有，但是一下子就没有了，跟声音有没有一样？跟声音一样，听了之后就不见了，没有错吧？所以世间大概是这个样子，就嗅一下就不见了，嗅一下就没有了。所以生命是不是也是一样？生命其实完全一样。好，你说100年很长吗？长不长？不长。以无限长的时间来说，100年几乎等于零，了解吗？好，真的是这样哦。好，所以呢，其实在玄奘大师所翻译的《金刚经》里面有讲到，所谓命非我，他有讲到这一点。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金刚经》，他只有讲到四点：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但是呢，玄奘法师所翻译的《金刚经》讲到9点，比较详细哦。所以呢，大家可以多参考哈。那玄奘法师所翻译的这个《金刚经》，就是在《大般若经》这个所谓《能断金刚分》哈，在577卷，大家可以去查这一卷，就是玄奘法师翻译的《金刚经》，他讲到命啊，无命，命非我。所以生命也是什么？生命也是缘起的，你相信吗？生命是缘起的，一定是缘起的。为什么？佛陀讲，生命在呼吸间，生死在一瞬间，对不对？世间本来就是这样，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呢？还是如此。好，啊，你有开悟吗？你了解世间了吗？有没有了解世间？所以世间就是我们只能讲世间的所有一切现象
都是短暂的存在。所以我们讲无常幻化非我所，但是一般人不容易看到这一个了，是真的不容易，因为一般人呢都是执着什么呢？执着眼前，是不是？乃至呢执着现在，好，这个挂碍过去，好，然后呢也一直呢盼望着未来。所以你会发现人的心其实透过道理真理的立场来看我们的心，其实我们的心呢是很执着的，甚至我们讲我们的心其实很累，对不对？你有没有觉得你的心很累？因为你挂碍太多，好，挂碍过去的，担心现在的，执着未来的，所以呢，透过你的观照，你会发现，其实你的心呢很辛苦，辛苦不辛苦？很辛苦，对不对？甚至这种辛苦呢，是没完没了。这样累不累？这样真的很累，所以你就会发现，赶快解脱比较好。好，这回做较好了，做人比较辛苦了，也真的很辛苦啊。你去观照回想，好，真的蛮辛苦的，不是挂碍东就是挂碍西啊，所以你的心从来没有停下来过。从来没有，所以真的会很累。好，所以有一个祖师大德呢，他就写了四句偈，写什么呢？所谓悲欢离合啊，朝朝闹啊，富贵穷通，日日忙，我们是不是这样？天天吵，天天闹，天天忙，但是呢，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相信吗？真的是这样的时候，你去关照一下你自己啊。所以呢，解脱比较好，自在比较好。所以这中间我们就讲啊，你不要生烦恼了，好，不生烦恼。那不生烦恼呢？前面讲过的，你要知道世间虽然有，但不可得，这样就好了。好，这样就好了。你说，要这个不可得那么容易吗？也不容易哦，因为你要经过怎么样？你要经过千锤百炼呢。一般我们都知道哦，我们都认为这个禅潇洒自在，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大师呢在解释这个禅的时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他说什么叫禅呢？禅就是千锤百炼。这样你要不要做禅师？你经得起千锤百炼吗？你要经得起千锤百炼，这样你才有真功夫啊！不然呢，都是纸上谈兵，是不是？所以要千锤百炼哦。所以菩萨呢，以众生为道场，这样好不好？这样好，可以让你练出一身的好功夫，是不是？那这个功夫是真实的，不是假的，这样不是很好吗？千锤百炼，好，千锤百炼，也就是说我们佛教常讲了，所谓你不入烦恼大海，你就不能够生出波雷智慧。所以我们不是常讲吗？这个
波雷智慧从烦恼而生，对不对？转烦恼才可以成就菩提嘛。所以你要成就菩提，也要有一些条件哦，因为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绝对不是。不是说你生下来就是禅师，不是说你生下来就是佛，不是。所以没有天生的释迦，没有自然的弥勒。以世间来讲，我们就说了，你不是生下来就是一位校长，你也不是生下来你就是全世界首富，绝对不是。要透过种种的因缘慢慢的去成就。好，所以成就智慧乃至解脱也是一样，你要慢慢具足因缘，好，慢慢具足条件。所以呢，在大众里面，好，千锤百炼，我想这是一件好事情。就像大野弘儒啊，大野弘儒，只要你经得起考验，保证你不成钢也成铁，是不是？是真的这样啊。好，所以呢，凡事呢，也要怎么样，靠一靠自己，转烦恼为菩提。比如说大师，你看大师不是把麻竹园这个荒山野岭可以把它变成佛国净土呢？这个是不是真的？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你 OK 吗？你也可以吗？你也可以把这个荒山野岭变成佛国净土，那这个是真功夫哦，这不是假的哦，对不对？比如说好了，我们讲范围缩小一点，你可以把仓库变成美术馆吗？可不可以？这个好像比较容易一点点哦，这个比较easy 哦， easy better。 所以这个就是这些老师讲，就是改变了，改变哦，改变。那改变之后你就不一样了，对不对？真的就不一样。所以有些人呢也不想改变，所以他的烦恼永远存在。你跟他讲，哎，好缘哦，好言相劝，好言好言相劝，可能人家也不领情，还嫌你麻烦，嫌你啰嗦，甚至呢还会跟你吵架，那怎么办呢？对不对？就很难改啊，很难改。所以这个叫什么？有些人的执着性很强很强，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觉悟了，跟你讲都没有用，那我只能祈求诸佛菩萨让你早一点觉悟，不然怎么办？好，因为我的能力不足，对不对？所以你有时候也会看到，从众生身上看到一个人的执着是多么的坚固，你相信吗？非常坚固，好，那叫坚固。所以就像烦恼一样，烦恼如果跟金刚一样坚固，你怎么办？所以讲能断金刚，用什么破除？用波雷智慧。波雷智慧可以破除坚固的烦恼。你说怎么可能？我们打一个比喻啦，大家听过一句话，千年暗示一灯其明，不是有可能吗？
哎，还是有可能，因为千年暗示真的是一灯即明，是不是？也就是说，我们要找对方法，好，真的要找对方法，那就有可能。好，我们把不可能变为什么？把不可能变为有可能。这个英文叫做 Mission Impossible， 对不对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任务，你要把它变为什么？变为可能。好，这个叫什么呢？叫做毅力啊，要靠毅力。所以我们讲滴水可以，滴水可以穿石啊，这是真的，也不是假的。好，就看你毅力强不强喽。所以成果也是一样哦。大家有没有这个信心？要有这个信心，只要你有信心，我想时间不是问题啊，啊，真的不是问题。所以呢，靠自己啊，但是有几次开始都在讲靠自己，其实就是什么呢？做自己的贵人，就是要靠自己啊。比如说清朝有一位大学士叫郑板桥。听过吗？他不是写那个叫《难得糊涂》吗？郑板桥，他一生啊，当然了，我们总是看到他成就的地方。其实呢，他要成就功名呢，也花了一些时间，也不是垂手可得，绝对不是。后来他要走了。他就说最后一个愿望要做什么，他想吃他儿子亲手做的馒头。你会做馒头吗？会不会？啊，有些人不会了。那这个儿子不会做了怎么办？他老爸要走了，是不是？他要这个吃到我亲手做的馒头，赶快学，赶快做啊！不然怎么办？好啦，哎，这个做出来了，哎，做出来了。当然啦，如愿之后，哎，他老爸走了。在走之前呢，他就写了一个字条给他这个小儿子，告诉他什么道理。说靠天靠人啊，这个不算好汉啊，要吃自己的饭流自己的汗啊，这样才是什么？才是踏实。所以要不要靠自己？好，要靠自己。好，所以所谓承担嘛，比如说你要承担你的什么，一般我们都是说哦，承担义务啦、责任啦，种种种种，这是当然是世间嘛，就是这样。但是呢，最后你要承担什么？你想过这个问题吗？你要承担你自己的老病死，这个话对不对？这话是对的，而且呢，很实际。好，大家有没有想过说，我如何去承担自己的老病死？有没有想过？如果有想过的话，我想你的智慧会早一点开启或者开发，因为你会想到很多事情，是不是？我想这个也是佛陀的提醒了，哦，你要承担自己的老病死。有人例外吗？有没有？没有人例外哦。从古至今没有人例外，这个是真的也不是假的。所以这个也是世间本来如此啊，本来就是这样，就看你知道不知道而已啊。好，承担，好，承担。当然了，人的一生要承担的太多了，好，承担太多。那其中一个就是这个，你有没有智慧哈？
去面对你的老病死。所以禅师在这一方面呢，哎，如果是有修有证的禅师，哎，他对这个呢就会很自在，是不是？就会很自在，因为呢，他有比较深的禅定，他有比较深入的智慧，所以呢，他可以很自在的面对自己的老病死，这个也都是事实。比如说我们讲哦，有些禅师他有修行的，他可以做脱力王呢，对不对？大家 OK 吗？做脱力王，表示说他生死自在嘛，生死自在的就是说生死对他根本不是问题嘛，对不对？比如说好了，面对生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研究？一般人在离开世间的时候都在哪里？都在哪里？都在医院。好了，那很简单。到了医院的人，你说他会快乐吗？他当然不快乐啊。好了，他在医院大概待多久？是不是？有些人拖很久呢。那你说他快乐吗？他真的不快乐。你看，我又不快乐，然后呢，又舍不得，然后，哎呀，总是百感交集的。那样的离开，你说他会到好的地方去吗？可能不会，对不对？所以佛陀只能说 I am sorry 啊，不然怎么办？因为佛陀常讲几句话，就是说人在临命终时，他只能讲四个字：随业流转。这不就是 I am sorry 吗？就是随业流转呢、啊。你的善业多一点，哎，佛陀恭喜你啊 ，congratulations， 你升到你做人了、啊，你升天了、啊，对不对？这人天呢、啊，这我们讲人天福报啊。那你的恶业很重的话，啊、哦，你升到三恶道了，佛陀只能说抱歉，是不是？佛陀有办法救你吗？没办法，因为那是你的业呀，不是我的业，是不是？好，所以这个大家也要看得懂。好，所以呢，我们尽量，你说好了，我没有办法像禅师那样可以蹉跎力王。那如果没有办法的话，那你知道你要做什么吗？你知道吗？对不对？你至少哎，五戒十善可以吧？五戒十善呢、啊，那也是人天果报哎。五戒十善，好，你有没有做很多的五戒十善？甚至呢，大师讲的哎，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善业，善业的标准，因为身口意嘛，你不管做什么离不开身口意，好，离不开，好，所以这个呢倒是要注意。甚至呢我们也讲所谓人天好三福行，你要升到人天，你做这三件事情对你有帮助。布施、持戒、禅定，这叫人天三福行，对不对？好，所以呢，你看跟这个，你再加上三好，加上五戒十善，相信应该没有问题，因为你的善业比较强。好，善业比较强。好了，你善业比较强，但是
你还是没有解脱三界的轮回哦，只是说你的善业比较强哦。我们就说转轮圣王好了，转轮圣王同理人道四大洲，福报大不大？非常大。甚至我们讲他的福报拥有84000座金银琉璃七宝所成的宫殿，84000哦，不是840哦，不是84哦，是84000。你住得了吗？84000呢？我一天住一间，我要有84000睡呢。你住不了啊，所以你只能住一间。所以呢，你看转轮圣王福报那么大，他带得走这些富贵吗？他也带不走。所以基本上福报这么大的转轮圣王，他还是最后他还是觉悟修行最究竟，因为可以处理好处理三那个三界的轮回。好，甚至呢你说好了，我到了这个三界最高的天叫什么呢？非想非非想，这个境界高不高？非常高，寿命84000大劫，不是84000岁哦，84000大劫。那有解脱生死吗？有没有？真的没有。好，因为佛陀呢，有一次呢，在人间行化，在路边呢，就看到一群猪在那边玩。玩的也好像蛮快乐的，佛陀呢就跟弟子讲，这一群猪里面有一只呢，从哪里来呢？从非想非非想天下来的。你说他已经到了三界最高的天，寿命84000大劫。结果寿命一消失，掉到哪里？掉到畜生道去。所以最高的天又如何呢？对不对？这样有没有醒过来？对不对？啊，最高的境界，最高的天。所以有一句话叫“想入非非”啊，那什么意思？知道吗？其实本意也不是，也不是不好的，表示说你的境界很高了，因为那是境界三界最高的天啊，叫非想非非想天，所以呢，想入非非，它的原意哈，不是不好的。那现在呢，因为时间拉长，它就被怎么样，被扭曲掉了，比较可惜哈。像这个空欢喜好不好？空欢喜很好呢，怎么个好法你知道吗？了解空就会欢喜，真的。大师不是讲以空为乐吗？这个就是空欢喜啊，因为你了解空哦，佛陀讲六个字：心乐清净解脱，这样好不好？好得不得了。真的你会欢喜，因为你了解空。我们可以跟心经结合啊，你看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不就是空欢喜吗？因为你照见五蕴皆空，你可以度一切苦厄啊，那你苦都没有了，你欢喜不欢喜？那一定是欢喜的，我保证你欢喜。所以确实空欢喜的原意是非常非常好。好，
好，这个是佛教的，因为佛教影响中国文化太深了，佛教东传2000年了，你说深不深？非常深。所以我们讲家家弥陀佛，户户观世音，2000年哦。所以你看，最高的天，它还是轮回。比如说，大家拜梁皇宝忏，有没有？大家拜梁皇宝忏，里面也讲到啊，也是一个在飞翔、飞翔天的，他寿命结束之后，很不巧，他升为一个什么？他讲非礼呢，非礼哦，会滑翔的那种礼，了解吗？好，所以呢，你看最高的天，他后来也是升为畜生道，也是很可惜。哦，这个在经典里面确实有讲到，好，确实有讲到，应该是在。应该是在《增益阿含经》有讲到，好，所以呢，升到最高的天又如何呢？所以重点还是要了解所谓波雷，所谓世间呢，虽然有但不可得。其实呢，这个就是什么？就是空的智慧，这叫空的智慧。一般人为什么比较不会去注意到这个空的智慧呢？因为一般人都是看到有的世界，看到有。那什么叫有呢？就是我要拥有，这样了解吗？他想要拥有，甚至呢，拥有性非常的强。这个叫活在有的世界，所以活在有的世界，他就没有看到空的世界，所以他看世间只有看到一半，他知道有，但是不知道空，知道缘起，但不晓得性空，所以他看世间呢，就看一半。所以他不能够看到如实的世间，这个我们可以做一个比喻了哦。大家看过彩虹对不对？大家看到的彩虹是什么形状？基本上都是看到半圆形。顶多运气好一点会看到双彩虹。对不对？那个要运气好一点。那双彩虹又如何？它还是一半呢、啊，是不是？但是呢，如果你提高你的高度，你提升你的高度，你在很高的地方，你看到的彩虹其实不是半圆形的，是什么？是圆形的。这是真的哦，不是假的，是圆形。所以我们常讲圆满，圆满，对不对？真的有它的道理，就是说你看到的世界是圆满的世界，不是一半的世界。圆满，好，所以它本来是圆的哦。但是呢，因为我们高度不够高，所以看到只有半圆形。所以呢，如果你提升你自己。相信你看到的世界会不一样。好，所以呢，我们就讲心了哈。大师也讲，你的心量多大，你的世界就有多大啊。这个也是事实的，本来如是。好，我们看一些禅宗的故事乃至公案。我们讲不能代替哈。
古时候的禅师呢，为了寻师访道，他们要行脚，就是走路的意思，为了寻师访道。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没有高铁，对不对？没有飞机，甚至我们讲什么都没有，只能靠什么？靠走路。所以呢，你看有些禅师走路走路行脚行脚，走累了怎么办？谁可以代替你？没有人可以代替。讲清楚吗？有人可以代替你生病吗？没有，真的没有。世界人口80亿啊，没有一个人可以代替你。好，所以呢，我们前面讲承担嘛，你就是要承担啊。好，承担你自己的酸甜苦辣呀。只能这样呢，不然怎么办？你怨天尤人，又是怎么样？又更加深你的烦恼。好，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哈，这方面应该讲觉悟的，你要觉悟到没有人可以取代你了。比如说，我们现在都在讲 AI 哈，大家对 AI 有没有一些期望？有没有？当然了，它会让我们的生活会比较方便，这个是真的，会比较快捷，甚至呢各方面都会进步。好，不管是医疗乃至照顾种种。所以呢，你如果对 AI 比较了解的话，你大概就可以想象，比如说哦，在20年后、30年后。那个时候照顾你的是谁，你知道吗？机器人。有没有可能？应该有可能，因为它发展的速度很快啊。所以呢，它可以把你所有的资讯通通掌握住，而且呢，电脑的运算速度非常快。第一个很快，第二个他记得很多，这是他的优势。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呢，他不会生气。这样你要不要用他？哎，不错，他可能对你这个很温柔啊，对不对？他会跟你聊天啊，哦，他知道你的心事啊，是不是？甚至呢，他会陪伴你啊，陪你讲话呀，跟你下棋呀，好不好？也不错呢。这个，而且呢，可能你不用一个月付几万块啊，了解吗？你说这个 AI 好不好？哎，确实不错哦。真的不错，好，所以我们现在要习惯一下跟机器人互动，不然呢，年纪大的可能他就会来陪伴你。好，当然了，你说好，哎，这个不错，但是呢，我们也要清楚，它虽然功能很好，还是很强，但是你不要忘了。他也不能够替代你，这样了解吗？他能够替你烦恼吗？他能够替你痛苦吗？不行啊，这些都不行。所以这一点我们也要觉悟啊，好，也要觉悟。所以这里讲什么呢？讲不能代替哦。好。穿衣吃饭哈，穿衣吃饭平常不平常啊？很平常啊，每个人都要穿衣吃饭呢。但是穿衣吃饭有没有学问呢？有没有学问？有，哦，
比如说你要出门了，你要挑一件衣服，你要挑多久？你有算过时间吗？你挑多久？你说好了，我们有的挑吗？我们要出门很快的，我们不用挑，因为就是只有那一件。这样快不快？很快呢。哦，很环保，很节省能源，是不是？好，那吃饭有没有学问呢？吃饭有学问哦。当然了，现在人都会讲啊，吃的健康，而且现在食安的问题一大堆啊。最近不是在炒那个什么红的，苏丹红的。好，自古以来，我这个食安问题啊，这个层出不穷啊。好，真的层出不穷。那当然了，要吃的健康之外呢，其实呢，在佛门里面是讲吃饭呢、啊，讲过堂啊、哦。过堂呢，怎么说呢？比如说我们常讲过堂五观想，你吃饭的时候有没有食存五观？有没有？你如果没有食存五观呢，那基本上你就会落入喜欢跟不喜欢的问题。好，哦，你看这个东，这个菜，这个饭，我吃的很喜欢。那喜欢的话呢，你就落入贪心的问题，对不对？很容易啦。那不喜欢呢，就会落入生气嗔恨的问题。有没有发现？有发现哦。所以这里就讲过堂，所谓过者就是说，不管欢喜不欢喜，不管高兴不高兴不高兴，你过得了吗？是不是？所以这个讲过堂，好、哦，过堂。其实过堂也是一个修行啊，所以我们讲吃饭是个修行。你看，你去过堂，你知道你要吃什么吗？不知道哈、哦，我也不知道啊。你在过堂，对不对？再者，欢喜不欢喜，高兴不高兴，你都要得过、啊、不然烦恼的还是你、啊、是不是？那一般人有过堂吃饭吗？有没有？没有。所以你会发现一般人都是吃他喜欢吃的，没有错吧？那这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好了，我每天都在吃我喜欢吃的，所以也表示说他每一餐都在增长他的贪心。你有发现吗？有没有发现？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在佛门会不一样。好，在佛门呢，他会提醒你要修行。好，所以呢，光吃个饭，你看，贪心就会少啊。这个计较心、不如意的心也会减少啊。所以这样的吃饭好不好？这样的吃饭是好的，因为我们有五观想，对不对？哦，这个讲穿衣、吃饭。好，这里讲吃饭跟睡觉。哦，吃饭前面讲过了哈、哦，那睡觉呢？大家会睡觉吗？会不会？真的会吗？比如说大师讲，哦，不要把烦恼带到床上，你有办法吗？有没有办法？这个是功夫哦。好，不然呢，你挂碍太多，东想西想，辗转反侧，保证你可能会失眠。好，那你就不会睡觉了哦。所以睡觉也是学问呢。
是不是？它也是学问。好，一者不要把烦恼带到床上，二者呢，君子无隔宿之仇。你 OK 吗？其实不容易，不 真的不容易。好，因为有些人把烦恼呢，这个一带带了好几年，相信吗？每次看到就念，每次看到就讲，每次看到就生气。你说他会吃饭睡觉吗？他真的不会。好，他每天都在增加自己的烦恼，但是他也不知道。所以比较可惜，非常可惜，因为对他的未来真的不好，真的非常不好。因为轮回当中你有一些念头不对，后面就不对了，这是事实哦。好，比如说我们讲佛陀那个时候，这个波斯匿王跟佛陀的交情好不好？很好呢，你看佛陀还教他怎么减肥呢，这真的有那个减肥经啊。哦，所谓人当自细念啊，饮食知节量啊，是则诸寿薄，安消而保寿。因为波斯匿王很胖，他去见佛要拜佛的时候，没几下就满身大汗，气喘如牛。所以佛陀就教他这个忌，告诉他：你每天吃饭的时候，你就叫你的侍者来念这个忌。所以有人提醒啊，对不对？所以哎，几个月以后，几个月之后，哎，他就怎么样，就很苗条了。所以那个时候的减肥是靠智慧在减肥。不是靠减肥药在减肥。你看很多人吃那个药吃出问题的，真的有啊，这个吃掉死掉的也有，这也不是假的。好，所以你看用佛法多好，我用佛法好。所以不要有一些挂碍，对你的轮回确实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这个波斯匿王呢，他的夫人不是叫莫尼夫人吗？好，莫尼夫人往生了，那这个波斯匿王呢就很想知道他的夫人生到哪里去了。但是佛陀知道了他的夫人呢，因为在临命中的时候对生活的一个小细节有挂碍，所以呢很不幸生到恶道去了。那你说这个怎么跟波斯匿王讲呢？所以这个佛陀呢就让尽量让这个波斯匿王不要想起这件事情。好啦，过了七天之后，那个莫尼夫人呢，这个业障消除，就升到天上去了哦。升到天上去的时候呢，佛陀才让波斯匿王想起这个事情。好，所以佛陀跟他讲：“哦，你的夫人已经升到天上去了。”你说波斯匿王高兴不高兴？那当然很高兴了。所以呢，生活的小细节要注意，千万不要挂碍，否则会障碍生死。所以呢，有一些烦恼尽量把它忘掉吧，把它 消除，让它减少，让它减少，这个是对你有帮助的，也是比较聪明的做法。好，再来讲咸淡有味。这个讲弘一大师了，
弘一大师李叔同39岁出家，在他人生呢最绚烂的时候出家学道，让很多人呢感到非常的惊艳。现在的话叫做跌破眼镜，对不对？现在的用词，所以跟以前用的不一样。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到这种 语言它也会变呢？比如说呢，现在叫物流，其实以前叫货运，没有错吧？以前就叫货运了，因为我们讲货运的时候没有物流这两个字啊，就是最近才有的，这个都是真的哦。所以语言 它也会变化，语言会变化。好，像这个高速公路的匝道，现在都讲匝道，对不对？以前没有匝道啊，以前叫交流道，对不对？有没有印象？以前没有氛围这两个字，真的没有，以前叫气氛。哦，这个气氛很好，对不对？以前没有氛围的，现在都讲氛围。所以呢，这个语言也怎么样？也是无常啊，它也是在变啊。再怎么变，讲的还是同一个东西啦。好，所以呢，其实佛法里面都名相哦，也是这样哦。那东讲西讲，其实呢，你只要去关照一下，其实讲的都是同一个东西，同一个东西。好，所以呢，《六祖坛经》啊，这个六祖大师他才讲啊，所谓诸佛庙里非观文字，有没有智慧？很有智慧。诸佛庙里非观文字啊，因为文字变来变去。哦，变化太大了，那道理就是道理啊。好，所以讲佛而如是，它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好，好，所以弘一大师出家之后呢，他的一个好朋友叫夏勉尊啊，就很关心他的生活喽，就去看他喽。看到他，你看喝的水平淡无味。吃的菜非常的咸，哎，跟你以前的生活不一样啊，那这样你还 OK 吗？弘一大师就讲啊，我喝的水虽然平淡，但是淡有淡的味道。我吃的菜呢，虽然很咸，但是呢，咸有咸的味道。想了解他在讲什么吗？啊，就是说，你只要不计较，不要去比较，你就可以吃出它的味道，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可以吃出人生的味道吗？可以不可以？可以，你去面对，你去承担，好，你不要躲起来。哦，你不要逃避，基本上这样才对啊，不然其他都不是办法，是不是？所以人生也有它的方向啊，人生也有它的味道啊。所以我们也常讲，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苦也有苦的味道啊。你说苦好，很多人也都在受苦，但是呢，你受苦之后有价值吗？是不是？是这个问题啊。好，你要问一问你受的苦有没有价值。没有价值的苦，那你就不要做了。就好像佛陀当初放弃修苦恨是一样的。佛陀刚出家学道的时候呢，甚至去学禅定，不能够解脱的禅定，他也放弃了，乃至苦恨者，他最后也放弃了，对不对？
所以佛陀终究觉悟到，那一种让身心受苦的修行，对解脱一点帮助都没有。这样你要不要放弃？你就放弃。好，所以呢，你看他最后放弃苦恨，就到泥莲禅河更衣沐浴，接受牧羊女的供养，这个如米的供养，后来就变成腊八粥啊。腊八粥的演变，就是牧羊女用如米供养佛陀。所以腊八就是农历十二月初八，所以因为这一天是佛陀的悟道，悟道的日子，所以我们讲法宝，好，讲法宝。因为佛陀看到所谓夜睹明星啊，是不是？好，夜睹明星，所以呢，在那个当下悟道成佛。大家看过星星吗？有没有？你有悟道成佛吗？是不是？所以这个悟道成佛倒也不容易哦，经过多少多少劫的修行啊，那因缘成就就在那一个当下，好，就在那个当下，所以要累积了。哦，累积因缘，累积功德，累积智慧，哦，总是要累积嘛。所谓因缘果满。好，这个是咸淡有味的，哦，世间也是一样，哦，世间也是一样。你如果知道世间是怎么一回事，相信呢，你就会看到方向，看到目标。好，这个听过吧，赵州小便在禅宗是很有名的公案。不过赵州禅师不错，他的禅法呢，你看他的禅法是什么呢？所谓平常心是道，他用平常心来接引大众。所以我们常讲云门饼赵州茶，听过吗？这个比较接地气了，这叫接地气。那接引这个根气高的呢，就是什么呢？德山棒林济鹤 ，OK 吗？用打的，用骂的呢？你 OK 吗？现在打骂教育好像不行，老师都会被告。哦，以前呢，老师说打就打，说骂就骂。难道不是吗？这是真的。哦，那现在碰不得啊。现在只能赵州茶、云门饼啊。啊，好，这个就是赵州啊。平常心是道。有一天呢，一个学生啊，就问赵州禅师：“你可以告诉我什么是佛吗？对不对？”那你说佛这个字那么容易讲吗？不容易讲。所以呢，这个赵州就跟这个学生讲：“你等一下啊，我现在要去上洗手间。”然后呢，走了没几步啊，就回头来跟这个学生讲：“你看，这么一点小事情，都要我自己去啊。”难道不是吗？你说谁可以替你小便？有这个人吗？没有 ，AI 也没办法。好，
真的没办法。好，所以呢，这个要告诉我们什么？成佛要自己来啊，不是用讲的呀，不是用说的呀，对不对？好，你要去身体力行，就像大师说的，你要去行佛。好，你要自己去承担。跟你讲你是佛，你可以承担吗？可以吗？你也要直下承担啊，不然你怎么做佛呢？是不是？做佛很重要呢。如果你要报恩呢、啊，大家想不想报恩呢？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你要报父母恩，你想不想报父母恩？对啊，每个人都想啊。你要不要报师长恩？要啊。这个大众之恩，这个都需要的呀。佛陀讲，你报恩最快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你知道吗？知道吗？佛陀就告诉你，你赶快成佛就对了。这个是报恩的最快的方法，这也是真的。因为你成佛了，你具足什么？你具足大慈悲，具足大智慧，甚至具足大神通。正要报恩快不快？非常快。我们就讲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例子，大目犍连，他不是要报母恩吗？所以呢，他成道了，知道他的母亲在恶鬼道，所以因为他有这个能力，他才知道他的母亲在受苦。那你知道你的亲人在哪里吗？对不对？也是这个问题、啊、因为他成道了，所以他有这个能力来报恩，对不对？这样快不快？这样很快啊，很直接，对不对？因为以前有也有一位大居士哦，他的父亲往生了，当然了，我没替他圆满佛事。后来他就问我，师父，你知道我的父亲去哪里了吗？我怎么知道他的父亲去哪里呢？对不对？我又不是目犍连，那我怎么回答他？我就跟他讲，依照你父亲这一生的所作行事，应该善缘善的力量比较强，应该会升到好的地方。哎，这样讲有没有错？好像也没有错啊，但是只是不知道他去哪里而已啊。所以你说好，我真的要报恩，你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你赶快成佛，这样对不对？这佛陀讲的呢，佛陀说你赶快成佛吧，这样就对了。所以呢，这个还是靠自己、啊、靠自己赶快成佛，因为别人 替你不得，替你不得。好，好，这个赛香菇、啊、这个也是一个公案。一个老比丘在太阳底下很热的时候在晒香菇，这个年轻的住持就劝他，哎呀，老人家，你天气这么热，你不要在这里晒香菇，因为天气实在是太热了。这样讲对不对？好像也对哦，
因为我怕你哦，这个身体哦出问题，是不是？因为是老比丘，这个老比丘怎么讲呢？你说我要晒香菇，我现在不晒，什么时候晒呢？他讲的有没有道理？哎，有道理。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晒香菇。那意思是什么呢？告诉你，做事要怎么样？把握当下，把握时机。你这个时间一过，就没有了。世间是不是这样？世间也是如此啊。有时候机会一失啊，它不会再来，对不对？所以呢，也告诉我们，你要不要把握光阴呢？要不要把握时间修行？不然呢，时间一过，它不会再重来，是不是？它跟拍电影不一样，拍电影可以 NG 啊，这个时间一过不能 NG 啊。好，所以在堰口我们就讲哦，金乌事件呢、啊，玉兔如说，金乌呢就指的是太阳，玉兔指的是月亮，日月嘛，就是时间嘛，时间岁月一过就没有了，不但一过就没有了，而且时间过得快不快？非常快。所以我们讲光阴似箭，对不对？以前不知道的时候都会写光阴似箭的，每次作文都是写光阴似箭，对不对？还记得吗？因为不知道时间过得很快，现在知道了都不敢写光阴似箭，对不对？因为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所谓一转眼呢，哦，一转眼，哦，真的是一转眼，哦，所以确实，哦，所谓世间无常幻化，非我所。所以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赶快把握时间修行，不然呢，时间一过，你什么都没有，哦，所以这个在那个当下呢，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会很恐慌，去面对你的未来，这样就比较可惜，是不是？因为你会恐慌，因为你没有一些事情让你感到有信心的，是不是？好，所以呢，这个我讲把握当下了哈。好，这个叫成见不空啊。我们刚刚有讲到空欢喜啊，了解空就会欢喜。那你如果不空呢，你会欢喜吗？你可能不欢喜，因为呢，你不会把你杯子里面的脏东西倒掉。好，那这个讲的就是成见不空。比如说喝茶了，好，喝茶了，这个杯子呢，我怎么样才可以倒茶呢？你的杯子是空的，我才能倒茶呀，对不对？你的杯子不空，我怎么倒茶呢？是不是这个道理？是这个道理。所以呢，我们的心呢，也要放空，这个甘露法水才能够进来，这个也是很重要。比如说佛教有讲到几个甘露不能入心的一些障碍了，比如说你这个杯子有漏洞，我再怎么倒有用吗？没有用，那流光呢？这是一种。好，意思就是说
有人左耳进右耳出了，所以呢他没有 留在哪里，留在你的心里面，所以没有效果。再者呢，你的杯子里面已经有脏东西了，我们叫成见不空。你的杯子已经，你的心里面已经有成见了，所以我再怎么讲你听得进去吗？你听不进去。好，再者呢，覆盖，好，就是说我这个杯子已经有盖子盖在上面了，我可以倒茶吗？我不能倒茶呀，我怎么倒？我这个水倒不进去呀，因为你已经怎么样，把自己覆盖了，你不想接受了，所以这些都没办法。好，这个是在讲一个人呢，要先把自己的内心的障碍去除，那这个甘露法水才能够入心，好，才能够入心。丹霞烧佛啊，这个丹霞呢，境界蛮高的，应该讲丹霞这个人蛮自在的，一者自在，而且呢，我觉得他是活在哦，活在现实跟当下的人，哦，他不是活在那一种虚无缥缈之中的人，哦，这怎么讲呢？有一天呢，大雪哈，大雪纷飞。天气非常的寒冷，那个时候有暖气吗？没有暖气，哦，所以呢，在很冷的当下，这个丹霞呢就把佛像给劈了，劈了做什么？烧火取暖。这个当家是一看不得了了，你怎么可以把火给劈了呢？你在做什么？丹霞说：“我在烧舍利。”佛有没有舍利？佛有舍利啊，所以我现在在烧舍利啊，这不是很好吗？当然了，这是他的幽默了，所以他没有活在当下，他有活在当下，这个叫什么？叫丹霞烧火。好，他要活在当下，他不要活在那种虚无缥缈当中。哦，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像有一部藏经叫做《铁眼藏》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铁眼藏》？在日本，《铁眼藏》。那为什么叫铁眼藏呢？就是说有一位铁眼是一个出家人的名字哦，好，一个出家人叫铁眼，他要做什么？他要发心来刻这个大藏经，好不好？非常好，因为他认为这个藏经不是供盖，不是供在这个藏经楼里面的，就是给人家看的嘛，他要来发心来印刻印，他就去化缘啦。好，第一个人他化缘的第一个人不给钱，不给钱他就没有信心啦，不行，你一定要给。这个人说我还是不给，最后怎么样呢？这个人不理他了，走掉了。走掉之后呢，这个铁眼怎么样？追着要钱。他怎么跑，他怎么追。最后呢，他跑回家了，他就追到他家里。这个叫什么？这个人叫铁眼。所以呢，依他这样的毅力，哦，他开始
募集这个款项，要来刻这个藏经。后来呢，当地啊闹这个饥荒，闹饥荒，就是说大家没东西吃啊，没东西吃，没水喝，会不会出人命啊？会出人命。所以这个时候的铁眼怎么想呢？他身边有钱啊，你说他要继续刻藏经呢，还是先救人呢？如果是你，你会做怎么样的决定？先救人。他募集了那么多年的钱，最后还是先救人。为什么？人都走了，藏经谁看啊？是不是？那没人看啊，那救人才是根本啊。所以呢，他把他所有的钱通通拿来救济，所以这么多人被救活了。只要时节一到，他会不会捐钱？他一定会的，而且是好几倍的捐。所以后来才有这个藏经叫做铁眼版大藏经。好，所以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哦，铁眼版。我记得当初是有一部电影叫做《铁眼神僧》，我说大概30年前以上了，现在可能找不到那部电影。就当初有好几部这个很好的佛教电影，真的有好几部哦，可以激发呢我们向道的心，护法护教的心，非常好哦。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其实禅宗的公案太多太多了，比如说六祖坛经讲的这个风动幡动有没有？那个也是很有启发性的。其实太多太多了哦。我们今天就是先讲一下，其实还后面还是其实要靠大家自己看，对不对？好，感谢大家哈，谢谢。大众请起立，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礼谢佛光山寺住持星宝和尚今天带来的精彩演讲。现在我们请国际佛光会北市南一区督导长叶淑芬督导长代表献花，表达我们对今日讲师住持星宝和尚最高的敬意与谢意。非常感谢星宝和尚今天带来这么精彩。
Thank you.